我哋熟悉用眼睛同埋耳朵去感受呢个世界。每日瞓醒睁开眼睛，就可以睇到初升嘅太阳，听到都市嘅繁嚣。其实一切平凡不过嘅日常，并非理所当然嘅存在。在这个五光十色的闹市里面，有些人的街道原来是寂静无声，前方的道路是模糊不清，甚至漆黑不见五指。我们虽然都是存在在同一个时空，但是就好像身处在不同的平行时空，感受着不一样的人生。不如一起体验这个不一样的一样。唔该，我想报活动啊。哦，好啊，你麻烦过嗰边坐一坐先啦。嗯。允如啊。嗯。你嚟报活动？系啊，我嚟报下个礼拜嘅亲子游。哦，你咁中意唱歌，我以为你嚟报 a cappella 添。唉，爹哋妈咪都听唔到嘢，就可以唱俾边个听啊？哎，允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讲嘢噶？有啊，既然你嚟到中心，不如我带你入去玩一下。好。哎，唔使啦，呢度我好熟噶啦。允如啊，我表演啲魔术俾你睇啊。好啊。是不是似模似样呢？嗯，的确真的挺pro的。我还有些更pro的，不如我也带你去看看。好啊。允如，你话成点啊？都系咁样啦。我想同你讲，大家以为我咩都做唔到，咩都要靠人。虽然我系睇唔到，但而家我咪喺度同你画画。虽然我唔知道彩色嘅世界系点，但我仍然咧好想拥抱我自己嘅缺陷。我系咪一定要向现实屈服呢？我系咪唔可以学魔术、沙画同埋呢个墨水画呢？至少現在我可以做到我喜歡的事，我的世界是精彩和開心的。允如，我可以去洗手間先。好啊。一個 Sir， 啲相咁靚，你影噶？唔係啊，係我啲視像班學員影噶。我見佢哋影得幾靚，咁啊擺出嚟展示一下啦。真的挺漂亮，但他们都看不到，怎知道他们拍了什么？他们虽然看不到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但是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分分钟更漂亮。他们不只是用眼去看的，他是用心去感受，用心去传递的。嗯，用心感受。一伸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，哪怕我面容亦苍白，拒绝疲累，吹吹不到也得吹，成就最渺小的壮举。一伸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，哪怕我面容亦苍白，拒绝疲累，吹吹不到也得吹。
承受最渺小的创作。好紧张啊！其实你唔使紧张噶，就好似上次玩魔术咁样，我见到你好似成个人都喺度发紧光，嗰一刻我真系以为世界上真系有魔法噶。系啊，讲真啦，一开始咧搞呢啲艺术班嘅时候咧，我都好怀疑系咪真系会成功嘅。不过到咗而家呢一刻咧，我真系好庆幸嗰时自己有坚持到。其实喺呢个世界入边，只要肯做肯试，有乜嘢冇可能啊？讲得啱啊！虽然咧佢哋而家净系喺我哋嘅小舞台度表演，不过咧我对佢哋好有信心噶。佢哋将来咧一定可以喺更加大嘅舞台啦，甚至乎喺世界嗰度发光发热，将佢哋呢啲才华咧变成专业嘅技能。每人嘅生命都系独一无二嘅存在，正正因为唔一样，所以夜幕中每一颗星都会一样咁努力闪耀。这个光芒是最美丽动人的。